对你的感觉并不寻常，对你的感觉也不一样。不知想了多少话都在我的心里藏，就是不知从哪里来讲，想要说怎样形容最适当？总言之，一句话，我说不一样，它就是不一样。想了多少话都在我的心里藏，就是不知从哪里来讲，想要说口而难开，想形容又不知怎样形容最适当，总言之说不一样，它就是不一样。想要说口而难开，想形容又不知怎样形容最适当，总言之一句话，我说不一样，它就是不一样，我说不一样，它就是不一样，我说不